者许世颖台北报道，电影《霸斗与金石流》正式宣布定档，男女主角林百瑞、王静气、爆珠公园基本后首次合体公开露面，但两人被问目前关系仍不松口是否交往与否，笨到监制柯怡前跳出来解释比朋友再好一点，令人摸不住头绪。林百瑞四月初和王静被周刊拍到在公园基吻爱抚，但出席活动时刻意保持距离，已见了未婚爸爸身份的林百瑞昨提到了一岁女儿，流露出幸福笑容，透露女儿目前跟自己住，孩子的妈雷杰西偶尔会联络更看看女儿，他也坦言交女友多少会顾虑到对方感受。王静则说因看到报道较为犀利的用字相当难过，觉得我不是这样子的人，没什么要这样说我。他说一开始就知道林百瑞有小孩，会因此介意。他说生命的到来都是好的事情，不会介意，更认为小孩能带来幸福，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，态度相当大方。监制冯端午连假英景，监制柯一庆也送上斗鱼龙舟给主要演员，也送上斗鱼大旗，预祝斗鱼票房旗开的事儿。此外电影首支毕业快乐花絮也首度曝光，该片动员1000名学生砸下1500货纸飞机及重建100扇教室门窗，不计宣传费用就斥资超过1亿台币，希望呈现出和14年前电视剧不一样的感觉。至于先前曾传出电视剧主角安以轩、郭品超、蓝峥嵘、陆明君等人会在电影版斗鱼中客串现身，监制也卖关子暂不透露是否真的有演出或是以实模形式现身。斗鱼8月17日在台上映，电影斗鱼记者会，王静、左林百瑞、右记者赵世勋社，电影斗鱼记者会，林辉、王黄左起、吴月晴、林百瑞、王静同喜，记者赵世勋社，电影斗鱼记者会，洪熙左、王静右记者赵世勋社，电影斗鱼记者会，吴月晴左起、林辉华、总监制柯怡琴、王静、洪熙、林百瑞，记者赵世勋社。